就是啊，你这种装卡来的，搞我点靠干净。不是，他证明啊，不是，你也算算不是嘛？你往加加谢书，谢书，你还来照我啊？加谢书，谢书，谢书，大学生，大学教授，对不？啊，等好啦，进来啦。哎呦，就上去了。进来啦，大哥来啊！来啦，我小脾气。啊，不是叫你双股啊？来啦，我改要不要两买噻？改要不要两买噻？就是笔记形式，那个笔记形式。我还讲，刚才用我念，那一句话念没错啊。外环乐。来啦，谢人民。来，我可以一句吗？代表一斤两毛一斤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这一公青菜。哦 ，OK 啊。好，那你帮他念好了。好。第86页，好嘞。嗯。OK， 我应该去 pass。宜居。平常不爱提。未来如何，没有人知道。我从嘉义拨打在台南的你的电话，但没人回应。和我们曾以为宇宙爆炸一样可以绝对，零度冰封鲜味的爱情。一样不堪一击。刚刚书店的转角站了不知名的保全，红绿灯下通行人潮滋生着星巴克。这是你赖以为生的城市，以及我的思念收讯不良，没有下文的地点。于是我决定回到心灵，剪成因你而习惯的短发，听着理发师口中的母亲和他自己的女儿。开车回家时，找出10年前的老英文歌，让寂寞驾驶，让黑夜慢慢成型。而终究得再次怀疑自己是否爱你，亲爱的宜君。窗外的天气并不将因此下雨，但这无人能及的思念，却成为干扰行车视线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也仍想问你是否早已沉眠，毕竟这不是你的或我的城市，也不是爱，更不是谁必须掩饰哪个不存在却重要的自己。我们都不知道未来如何，三通未看简讯和来电打铃，都是没有承诺却真实的语言言语。我们的爱情不，也许这根本就不是爱，在这无尽的思念和纸本上不断徘徊。是哦，谢谢。我想很多人手上没有纸本，就除了刚刚我们可能在念的过程中一些语言上的不清晰之外，有听不懂，有不懂吗？有人觉得他特别用了哪一个修辞吗？当然、啊，资深的星巴克的朋友啊，对。可是基本上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。基本上，我相信你听得懂我在说，你听得懂，你用听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这就是我要强调，就是诗的口语化，口语化的诗，因为这样子的东西，它才基本上第一个，它还是美啊；第二个，它就可以讲东西了嘛；第三个，打给人画屋啊，我就不会拿一首诗，那个前任教授这什么意思？这样，对，那。另外一首就是要请国兴大哥帮哇，一定要了啦，哇，听到了呀！这首诗是要说的，有没有人自愿上来帮我念这本诗集的名字？小红诗，小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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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夏辉。对对对，上来的话有送那个男生也没有关系，赶快，小红，求你了，对对对，免提，男生也没有关系，对，就是上来帮我念这首诗的那个这本诗集的那个。代表性诗名这样，请为我读诗。有人要为我读诗吗？我知道。我长这么丑，没有人要，对不对？有人要上来读一下诗啊？意气相挺，谁？那个大家，那不然我现在脑袋里面随便想一个数字啊，哦，点到谁上来？那如果说你有输了，那就对不起啊。那他写51嘛？51好多哎，51+16好了，那从哪里开始算？从折叠开始算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。我发现这样不对，这样是我主观意识啊，这样是我主观意识，这样不行。对，有没有谁要上来？啊，一生五倍啊！有没有要上来？哎，真的没有很难啊，拜托。摄影师。谢谢啦，谢谢。
还是摄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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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，那狗狗，哎，起来。OK，OK，OK， 好。哎，等下关掉，关一下，那个灯开一下，对不对？就我们来，不要打到你。然后那个灯把它打开就好了，灯把它打开就好了，那个灯可以打开了，因为那个不会用的。OK， 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假日书已经看了，长廊的尽头摆放着黄昏，疏影摇晃着窗帘，还不到能够将路灯点亮的时间。可以的话，希望你翻开刚刚折角青春祝福的那一页，为我轻轻将诗句谱出来，如同小径上还没走完，春天的脚印。我仍只是你唇瓣间尚未定位的，不虚无法，也没有章节，仿佛有风随行动的情味，但不轻易说出任何一个可能牵涉爱的字眼。毕竟假日午后的明媚，不适合誓言，也不需要懂得，不刻意设定所有的环节，只想请你为我那首不会困扰的诗。请为我读诗，请为我读那首那雨后都不曾忽略的诗，让风筝能紧握着线，让海水能拍抚岛屿的岸边。我需要你真实的声音，让时间赶上秒针，并且不再为自己写下永远。请为我读诗，在这假日明媚的午后。谢谢。因为这本没有签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有签名的，哎，拍一下，哎，有签名的，不用抽奖啊！谢谢。那今天其实应该要讲到九点，可是因为一开始来都是认识的，然后后来我讲我的梗没有用出来就太快了，这样，对，所以说我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先问有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话。对，我在讲。另外，接下来就是原本应该要讲另外一件事情。好，等一下。